褲嘅正面，呢個係衣褲嘅後邊，衣褲嘅下邊連接個鞋套，鞋套嘅底啊，連兜底板造成內穿內磨。衣褲連接咗鞋套啊，以後能夠有效咁保護佢嘅褲，幫鞋整體都唔會俾雨水淋濕。喺衣褲嘅膝後至後跟呢個地方設有拉鏈。拉鏈咧穿著之前咧，已經將呢個空間全面打開，所以佢穿著非常嘅方便。喺拉鏈裏邊設有雙重嘅防滲處理，下邊係衣服嘅穿著過程。穿著以後將呢個鞋套向後拉緊。呢、这個鬆緊帶，所有嘅鞋喺一瞬間就可以將佢鎖死。鎖死以後，鞋唔發生鬆動，